孤独的风景，透明的心情，远离你视线 ，Take a lonely trip， 独自看一场怀旧的电影，是远离安静。我就像一只迁徙的飞鸟，冬天一过去就返回城堡，相遇而会有时间的河流，还是找不到寂寞的理由。不要太担心，我很快回来，不能看你是不是你找寻的阳光。不要太担心，我很快回来，只会暂时的离开，请相信我吧。I love forever， 爱是一个冒险。I love forever， 给你小小考验。I love forever， 冻结一点时间。新鲜。呀，不是你住这儿啊？啊，我住这儿。再见。跑，往哪儿跑你？跑得了和尚，你跑不了庙。林山，笨笨的事妈消化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妈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，保证对待笨笨像自己的亲孙子一样。那太好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啊。调查公司那边怎么样？找到笨笨的下落了吗？五儿，你说巧不巧啊？你说那个麻子真会找风水宝地啊，他对门那个邻居啊，就是在收费站乱找我麻烦那个老家伙。他呀？对啊，你说巧不巧？我本来打算在这小区租房呢，我幸亏没住。哦。朱哥，你这生活中处处是惊喜啊！别讽刺我了，我处处都被惊着了。这得谢谢你，到现在还能帮师傅啊！想起来您在车队当队长那会儿，就属您对咱小子最好，从来不使唤我们小子干这干那。看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啊，你就得看对比他低的人如何。哦，对。现在我不求你了吗？该你帮我了，对吗？哎。来了啊！就这个，这老朱也太厉害，反侦查能力太强了。调查公司的说，哎，现在查他呀，比查一个真的逃犯都难。不过调查公司拿出了新的方案，他们说下一步准备租用军事卫星。军事卫星？还航空母舰呢？哼，我看他们诚心想要多要钱。对，我觉得也是。算了，不让他们查了。我看这些人靠不住，一会儿我们去报社。去报社干什么？登寻衅启事啊。我就不信。不行，玲儿，我觉得你应该冷静点。那奔奔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这大张旗鼓的，对他影响不好。哎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我再催着他们，让他们快点查。那你给他们下死命令，三天之内必须找到奔奔。证件、保险都齐全，咱钱款两不误。但师傅，这车的运营证过期了。7天以后才能下来，现在正补着呢。哦，也就是说这七天我都不能开车了，是吧？对啊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7天你就放着呗。这7天公司也不收你份儿钱，你也不亏啊。小波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财迷，非得提前开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真要是被逮着，罚死你，狠着呢我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大哥。谢谢，打电话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好，电话，好了，打电话。
什么车呀这是？哎，我这车没问题了吧？啊，没问题了，放心开吧。那我在路上跑，万一出什么状况，我回来找你们啊。好，行。好，谢谢。啊。呀呀！哎呦，你这挺突然的。你这不是出租车吗？哎呦，这位姐，你眼睛可真毒啊，一眼就看出来了哈。不过我这车吧，那个车上不是带顶灯的吗？水产市场认识吗？啊，新手吧，没事儿，你跟着我说路走就行。哦，不是，其实我这车今天没打算那个也营业的，我就冲你这个风度啊，像个大明星似的，我拉了。协警的事情啊，国家政策一刀切，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，所以说希望你心里别太难过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这儿没有问题。那就好。那个海鲜一条街停车管理处我都给你联系好了，以后你就去那儿上班就行了啊。那离你家特别近，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安安了。谢谢，太感谢了。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说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好，我不客气，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今儿不是投诉你那点事情，我都核实了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做得非常对。谢谢。说实话，我们这个执法部门啊，就缺你这种秉公执法、做事耿直的人。嗨，在大家眼里，你永远都是我们大队的人，有空就常回来看看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把自己当外人的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下车啊！对，你还没给我钱呢，我就送到了。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手上动一动，你帮我搭把手，一会儿等候的钱我再付给你。好，可以。下车吧。好。Hello， 嘿嘿，老谢。哎呀，生意怎么样啊？还好，还好。我这鱼棒哎！哎，这个月的租金。哎。哎，点点。点什么呀？难道我还信不过你啊？真是哎。你那关节炎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吃了一个药好多了。那就是以后有什么病早点吱声啊！哎，是，生意兴隆啊，拜拜。哎、刘姐啊，听说这租金要涨了？不是，因为其他的摊位吧都涨啊，但是咱们的摊位不涨，租金照旧，放心。大家做生意不容易，我明白。哎，好好。哎，刘姐，等等。怎么了？哎，别等等，这别那么客气，真是的。啊，回去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啊，让一个男孩子不小心把胳膊划伤，严不严重啊？去医院看没看？去医院了，不算严重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哦，不耽误上课吧？应该问题不大。我这个班吧，宽进严出，逐步淘汰，最后就保留20名尖子生。那安安的情况怎么样？我估计够呛。安平常各科成绩都不错，只是英语差点儿。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让他进你的班啊？你带过班的英语成绩在市里向来是数一数二的，上过你的课的学生考哈佛都不在话下。老牛，你知道我这人是讲原则的，我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。哎呀，原来你是款姐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看你这身材，这细皮嫩肉的，吃海鲜就是好啊，胶原蛋白高啊，那个高蛋白低脂肪的是吧？你还知道女孩喜欢听好话哈，行了吧？嗯，这边的海鲜给你了，我就拿这两个。哎呦，谢谢！哎，对对对，下面去哪儿？偏远小区。哎，正好我住那儿，路熟。好，请上车。
哎，到了。哎，多少钱？15块整。找钱。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是试运营，没带那么多零钱，这大票找不开。不是，这不15吗？我再多给你20，就算你刚才帮我拿东西啊，等候的钱一共35，找吧。哦，不，这不够，我一共30来块钱，我不能多要你的，还找不开，这你给我凑凑看，凑零钱嘛，30多块钱应该能凑吧？麻烦你。你这开出租的，你不准备零钱，你怎么做生意啊？我这不试营业吗？好，下次注意。我这凑来凑去就34.5块，差5毛行吗？哎，行，谢谢啊。好，我不客气，好。哎呀，这小女的门也不给我关好。哎呀。抄了个大的，哎呦，还有刚才他收的钱，哎呀，少说我得够我干2、3个月呀，哎呀，抄着了，过个嘴瘾嘛，哎呀，一定给他送过去，起码的道德底线。雷锋叔叔回来了。其实吧，安安的成绩一直很稳定，在我们学校100名之内，所以上省重点问题不大。哎，这位女士，这位女士，请留步。这位女士，干嘛呀？我就欠你5毛钱，怎么着你还追到我们家要啊？你误会了。什么误会啊？哦，你现在有零钱了是吧？那行，那你找吧。呀，叫我的包呢？叫我的钱包呢？包没了吧？在这儿了。我的包怎么会在你手里啊？怎么说话呢，这位女士，你这包落在我车上了，我好心给你送来的。呀，明白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落你车上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误会了，态度不好。没事，你看查了，看少了没有？不用查了，你都给我送过来了，这钱还能少了？还真是没少。谢谢。那个，请问一下，怎么称呼您啊？姓朱，叫朱耀飞。朱耀飞。对。尔晨阿姨是我见过唯一一个比我爸更懂得自娱自乐的人，笑点出奇的低，听什么都乐，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吃东西，而且总能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没心没肺的傻乐一天，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超能力吧。有点好笑是吧？这个猪能不能是一回事，那想不想飞就是一回事嘛。是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想问一下您的名字，到时候给你写封表扬信去报社呀，拾金不昧。哦，不用，这个我一贯比较低调的，那就交个朋友呗，我反正多条朋友多条路。哎，好，哎，那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牛二柴。哦，哎，那刚才你不是说你也住在这社区？我哥也住这儿。哦，那个说不定咱们回头还能碰面呢。是。那我下回见面的时候再好好的感谢你。好。哎，那快走吧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雷锋啊，谢谢，拜拜。姓牛。这姓牛的真不少啊，他不会跟8764是一家人吗？不会这么巧。安现在正闹着去美国呢，想找他妈去。哎，我们家这10年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。这封信还得托你转给你姐姐。哦，对了，安给他妈妈写的信在我办公室，我回头拿给你。好吧。你说你这10年真够不容易的。哼，有什么办法？喂。啊。啊？你姑姑来了，在咱们家又哭又闹的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我妹妹来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你快去吧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哎。说你们俩
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这么多年就没踏实过，现在还居然动起手来了。是他先动的手。我早就说过你，找个什么样的不好，非找个业余练散打的。那好的时候把你捧在手心里边，不好的时候呢，你不成了他的沙袋了？别再说我了，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说我？你我还不知道，就你那嘴，全国有吵架比赛，你准拿第一名。人不爱听什么，你偏要说什么，你那嘴得罪多少人呢？我这嘴从小到大我就这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他正手扶追我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也看见他对我多好，谁知道他现在，现在就变成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了。你说你跟老张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要不你们俩人结婚好好过日子，要不然分手。你也是好好的工作非得辞了，现在不是跳舞就是打麻将，你都快四十的人了，你说你谁四十？我三十，三十刚出头。我告诉你，快四十的人了，别想着整天让人把你捧在手心里宠着你了。我怎么就不能被宠着了？反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哥，就在你这住两天，你就说行不行嘛？哎，哥们儿，哎，打车走吧，打车吧，兜车呗，来吧，哎，哎，哥们儿，兜车走吧。去哪？哎，大爷，咱坐车吧，坐车吧，啊，爷爷，十块钱。他不坐，坐咱这个车吧，哎。哎，大姐，坐车走呗，坐车你上哪儿？我给你拉过去得了呗。这点你也太老实了，我真的不怨你，这个得尊重。上车就走得了。哎，上我这车，上我这车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呢？把人吓了，知道吗？知道的是你们拉客，不知道以为你们趁火打劫呢。这位女士，我是正规出租，来，跟我来。这是谁呀？谁呀？这么厉害啊！啊！我们家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你可倒好，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，谁受得了啊？哎，怎么跟你姑姑说话呢？爸，我现在胳膊受伤了，我要安心静养，我还要复习功课。他这又吵又闹的，我怕吵，你不知道啊？我知道。哎，小姑知道，小姑发誓，小姑绝对不进你的房间，绝对不吵你，绝对不打扰你复习功课。小姑睡沙发，你爸不在的时候，小姑还可以给你做饭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小姑给你带了大螃蟹，你看你这哇哦！得得得得得，你是我亲姑啊！你们家不是有那楼上楼下大别野吗？你干嘛不去住，跑我们家来干嘛呀？我们家小，搁不下您啊。啊，你的手坏了，别出去。家里太闹了，我要出去透透气。这孩子，您一看啊，就是读书人啊，我就爱跟读书人打交道。刚才真的谢谢您啊。哎呀，不用谢，我这人就爱多管闲事，喜欢主持个正义。雷锋呢是帮人不留名，我属于白求恩，帮人不要命。哈哈，凡是被我帮助过的人哈，哎呀，那你只要坐我车都不按计价器给钱，非要多给我钱。我那不行，我帮你也不是为了要钱的，是吧？坚决不要。那不行，他非给不行。你说这个社会上啊，人是真是好人越来越多，哎呀，人越来越懂事了。哎呀，师傅您还是打表吧。对了，你给我想了一样一样的，这就对了吧，公平合理，我坚决不多要。打表。欢迎您乘坐出租车，为了您的人身安全。哎，那个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？你怎么称呼啊？我是老师，我姓白。你看你看，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你，哎呀，一身的书卷气，特别有涵养。哎呀，我对老师从小充满敬意啊。那个我儿子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也特别好，这得感谢老师的培养，是吧？哎，那个你在是什么学校？双师中学。啊，您就是白老师啊？哎呀，白老师，我可找到你了。哥，你就说吧，两天我就在你这儿住两天，你说行不行？你可是我亲哥呀！啊，就两天？那你就是同意了，你还是亲哥好啊。我也有东西要给你，哎呀，给你备好了，拿着。谢谢，你的钱我不要。什么你的我的，
这我当初买铺子的时候不是也跟你借的钱吗？这钱就当利息了。我不要你，你给我留着。别客气。喂，啊，是我，啊，是吗？好，我马上去。好，就这样。你要出去啊？啊。那你这钱就装。你就行了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俩加在一块儿也快80了，赶紧抓紧时间把婚结了得了。这么晃得来晃得去，得晃到哪天啊？哎，哥，你出去了，谁给我做饭？我肚子饿着呢。你自己做吧，把安的也做出来啊。啊！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我忍。幸亏我今天见义勇为，要不然还见不着你了。哎呀，还打什么表啊？哎呀，这都亲人了。感谢您乘坐 QQ 车，请。戴老师，就是我儿子哈，我儿子今年上高三了，我们是刚来东海，学校还没找好呢。你看，我今天就觉得我这个左眼皮老跳，我就觉得可能一定有什么好事，没想到遇到你这个贵人了。哎，你看，这犬子，在西河一中，年年学习成绩都给我考第一。西河一中也是好学校，省重点啊。孩子都高三了，干嘛让他转学啊？人往高处走嘛。哎，要想成为一流的人才，哎，就得上一流大学呀。哎，所以说我必须到了大城市来啊。因为这里学习氛围好啊，我儿子将来考上这里的名牌大学，就可以成为大律师、大法官。重点大学都全国招生。哎，您儿子学习成绩真的这么好吗？这可不是吹哈，他这光那个什么获奖证书、奖状什么的，摞起来有1米多高了。有什么全国物理竞赛二等奖，省英语演讲一等奖，啊，多了去了。好学生哪儿都想要，你要有时间。把您孩子带来让我见见，我正有此意，不谋而合。那你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呗？哦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啊，哎呀，白老师，白鹿老师，哎呀，人如其名啊。哎，那回头把我的联系方式哈，哎，也给你发上去啊。我姓朱，叫朱耀飞。朱耀飞？对，朱耀飞了。您这名字真有意思。不，我这名字好啊。你我这个耀是光宗耀祖的耀，飞是飞黄腾达的飞。不过加上这个姓嘛，档次下来点儿，该我儿子叫，因为我飞不起来了。那咱们走着，哎，好。手怎么样了？没看见啊，明知故问。我是真不知道，我爸跟我说你就是擦破点皮儿。的确是擦破点皮儿，我胳膊缝了好几针，直接破相了。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我发誓真不知道。发誓管什么用啊？那你现在好点了吗？少跟我套近乎。不是，哎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们家都是群什么人啊？把人撞成这样了还不认账？你都多大了还赖皮啊？我都服了，我跟你第一次见面你就把我弄成现在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缝了那么多针，要留这么长一个疤呢。我昨天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开门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你，对不起啊。你别哭了，谁哭了呀？对不起嘛，我，要不你打我2下？打你有用吗？打你我的伤就能好，疤就能没啊？跟你爸一样，全都是马后炮。我不是马后炮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真心向你道歉。你这医药费我肯定赔给你，
你想让我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，行吧？我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嗯，好，那你既然要道歉，你总该拿出点诚意来吧。嗯，你现在跳下去。跳。和你爸一样。我。哎，你的包。哎，你是叫安安吧？你也读高三啊？哎，我叫猪奔，一只小猪在奔跑。你可以这么记，这样会好记一些。给我。别跟着我啊，笨猪！哎，你家到底住哪儿啊？这片呢，一共有40多个车位啊，啊，都交给您了啊。好嘞，啊，早9点到晚8点收费停车，嗯，1小时呢收4块钱，嗯，啊，一定要记住，防偷、防抢、防盗、防剐蹭。好嘞，车有点什么事呢，咱不好交代，哎，是吧？行，那以后您就多经点心。好的，行，有什么事直接找我，好吧？哎，那您辛苦，哎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别跟着我，你怎么还跟我到这儿了？我家住这儿。这是你家？啊，这是你家呀。再见。你也住这儿啊？再见。妈，奔奔的事儿，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吃饭，先吃饭。什么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听文山说，您不是答应奔奔搬进来住了吗？我答应不答应有什么用啊？好像我以前说的话你们都听似的。老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事了，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处理吧。那好，妈，既然您已经答应了，回头我就找人把书房的那个钢琴给抬出去。搬钢琴干什么？妈，奔奔现在是高三了，马上就要高考，我得给他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啊，他的屋子我得收拾收拾。奔奔找到了？还没有。你没找到，你急什么嘛？那不是调查公司在找吗？哦，那就让调查公司先去找嘛，等找到了再收拾，也不耽误。嗯，要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的话，我呢还打算再找两个弹钢琴的学生，挣点零花钱，贴补贴补家用啊。啊爸爸爸爸爸爸爸，亲爱的爸爸，啊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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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思念的爸爸，你满口没有一颗牙，满头是白发，整天嘻嘻又哈哈，想为我长大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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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你那破锣嗓子关一会儿行不行？跟划玻璃似的。你个兔崽，真是一点审美没有！我告诉你啊，就想当年我们职工搞文艺汇演大会，你老爸就凭一首歌，把你妈那骚动的心给打动了。你赶紧拉倒吧，人家肯定是忍受不了你了，所以才缴械投降的。哎呀，往事不提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了。后来就你一个人独自欣赏老爸的音乐会了，别人我还不给他唱呢。哎，儿子，快，老爸在这个兜里，你看挣多少钱？哟，
里边242呢。对呀、啊，都是你今天挣的。对，你看把那零头40给我拿出来，那200呢，再加上我今天晚上再出几趟，这晚上该跑出租啊，那比白天跑得快，我还能挣到300呢，突破300大关。干上的哥了，啊、嗯，老爸的哥不是一般的哥，自己做主，自己当老板，跟私家车一样，哈哈，也不用什么交份子。我说什么时候上班，什么时候上班；我说什么时候下班，就什么时候下班。哎，对了，把那个大票啊，给我交到咱们大金库里去，把那个小票给我留下来，行了啊。爸，嗯，咱们真在这扎根了。对，就在沙家浜住下来了，不走了。咱们是债主，这不是麻子房子吗？他欠老爸十几万呢，我在这守株待兔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而且把房租也给省了，对不对？爸，嗯。你知道咱对门是谁吗？少给我提对门啊！不准提那几个字儿。哪几个字儿啊？就那几个字吗？就8764呗。知道还明知故问。哎，那你怎么知道他住对门的？我跟你说，嗯，今天我碰到我撞到的那个小女孩了，人家身上这裹的一层层的都是绷带，而且这身上还缝了好几针。爸，我别废话，我知你想说什么的，赶紧的，把钱交到大金库里去，快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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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爱的爸爸。柯林啊，文山已经出国了，你对他不要有什么想法了，免得浪费时间。只要和文山在一起，不是我不让你们在一起。文山去了美国，将来怎么样，还回不回来，这都是未知数。你就这么等下去，有什么意义吗？吃饭了，没胃口。没胃口，哟，是不舒服呀、啊？去！我问你，你不会真让那孩子搬进来吧？妈。妈什么妈？柯凌他。我没问柯凌，我是担心你儿子。那孩子是人柯林和他前夫生的，那孩子的爸爸拿他当心肝宝贝似的，你非把他抢过来干什么呀？有人要带走你妞妞，你怎么想啊？这事儿后患无穷。哟，怎么没有料酒啊？真是的。谁家做饭呢？干嘛呢？你怎么蹲我家门口啊？啊，怎么是你啊？对，怎么是你啊？朱耀飞吗？啊，是我。不是你，我住你们家对面，不是太巧了吧？啊，我叫牛尔柴。哦，这不是马总的家吗？你是他亲戚啊？啊，我是他爷爷，他是我孙子。您这年轻就当爷爷了，厉害啊！辈儿大，辈儿大。哦，你们家，你老婆做饭吧，太香了。哦，是我做的。你做的。你以前干过大师傅吧？啊，特级厨师，职业选手啊！这是我人比较厚道，都给人家留碗饭。哎呦，你太谦虚了，我这特别喜欢吃，就是做的特别差。那个有时间我跟你讨教两招。啊，可以。那我叫你一声哥哥。好，朱哥哥，哎呦，拜托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。你们家有料酒吗？我们家的没了，借我一点用用。啊，应该有吧。姓朱的，
顾总，拜拜，对不起了。哎，你帮人。你干什么干什么？你怎么随随便便砸人门呢？谁砸的门了？不是你干嘛呀？冲人家发脾气？谁发脾气？我找他呀。你找他，你也不能气势汹汹的呀。你这人怎么老向着他说话呀？我怎么不能向着他说话呀？你想想，这原来住的麻子跟麻子住在一块的人，能是好人吗？哎呦，你那俩眼睛，你看别人都是坏人，就看你自己是好人。我告诉你，这叫有病，有病得吃药，得吃药。行，不用。我的六九。哎，向您问，我找你有事儿。拿来。先吃吧。你怎么了？跟谁生气呢？是不是跟隔壁那谁啊？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儿。哎，人家隔壁刚来不久，你怎么跟人杠上了？怎么回事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告诉你啊，以后少跟他来往。就是，你别看谁都跟那人特好似的。谁说他不是好人了？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大好人。你刚跟他接触几天啊？你对他有什么了解啊？嘿，除了我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。我给你们讲一个现实版活雷锋的故事。就今天早上，我那钱包里吧拿了3000块钱，3000块现钞。那钱包里的卡那别提了，那很多钱在里面。哎，结果呢，我把我钱包落人车上了。那出租车嘿，嘚啵嘚啵嘚啵就把我的钱包给还回来了。钱包里面的钱
一分钱都不少，你说上哪儿去找这样的活雷锋啊？这个活雷锋就是我们的隔壁邻居，这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我们的邻居朱亚飞同志。他去开出租车了？你真是坐他的车？是啊。他那车不是黑车？这话说怎么是黑车？人家的车上带着灯呢，带着顶灯也不见得不是黑车呀。你这以后你少坐他的车，就是你在大街上打车碰巧是他，也别坐他的。是吗？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